我开了。还在录啊。我们昨天的长度不至于录到嘛，不过今天那么早开工，可能中午就要换一张卡。不要压它就好了。意外的，这个还蛮滑的，蛮舒服的、啊。就声音还是有点大。没有，这不是真正的，不是真正的硬。它只是有声音。对对对，那倒是。然后我就在想，他那个哔哔是在哔谁啊？我不知道。应该不是我们，但是我们站在椅子下面就是。啊，不行吗？不知道，他要的话，应该弄个棒棒啊。嗯，直直走，哔哔。或者是想要那天你在那边山羊站很久那个坡，不是有一个人后来在你旁边冲下，他也一副快要摔死，然后自己在大叫。对，而且他喃喃自语，不知道念什么，是马自语还是什么什么，不不不，在那边念。他也快摔死了，后来他顶过去，顶过去就好了啊。但是他应该也吓死了，他应该也冲超快的。我的衣服跟他很像。嗯，其实他是正确的画法。我在那边就偷偷看人家的画法。你有看到我有努力合并我的脚吗？那你就先这样做。然后你在合并的瞬间呢、啊，你可能会有一种感觉，就是说，哎、欸，我的平衡，我的身体好像可以在这板子的前后平衡，我也可以左右平衡，就是都是可以动的。然后我身体朝山下一点的时候，我就可以，我可以停下来那种感觉，或者是说滑下来的时候啊，可以感觉到说我可以稍微的左右转板，转上来一点的时候就比较侧啊，转下来一点的时候就比较没有刹那种感觉，然后就是渐渐体会那种感觉，说，哎，转上一点点好像可以刹，那身体又在。往下一点点，好像刹得很好，可以左右稍微调一调那种感觉。哦，好多人在走、哦。用走的吗？啊、哦，往山顶，往山顶哦。对，他们都在走。六个。不止吧，一堆人。我会说已经上去的是六个，他们如果有 beacon， 然后 get 又有开的话，这样做是可以的。但是今天天气不好到我们连山顶都看不清楚，我不知道山顶的形状是什么。来，转过来，没有了。你的正上方有，你摸一下，不然它在可能会隆。它不会隆，它在你的才会隆。我的那个身体是温度是不会让它隆的。你的易经上是蛇，我也抹一抹它好了。不然要结冰。那结冰是好事哦，表示你的镜头就再也不会有东西隆了。所以刚刚 BB 是在哪边？所以那个是 Village 的、啊，他滑过来之后，没有，他不用切那边，他下来的路是这里，他下来的路是这里，然后走下的话就是去回去 Village， 的切的话就是来到这。那个是他们的车，是啊是啊，我们进不去，我们可以买个一点，可以回来的。刚刚你在买票的阿飞好像就。不知道在讲什么，我就跟他买了四点，因为四点就可以坐很多了。啊，阿贝，你是说票亭吗？嗯，比如说外国阿贝、哦，好像在问他，然后问一问，好像就说买两个四点的新年票。老人票，他也赚到了啊！他买四点的老人票。我要开了，哎、欸，我已经开了吧？我开了，好，帮你擦水。你也有，你也有。我的还不够冷。好了，走吧。就滑下去了。滑下去，我跟在你后面。
雪都会，我有看到。不是高道，你就刚好冲到一个雪堆，所以你就在换平衡法。哦，好啊，有一样吗？还是不一样？有吗？有吗？这里比较没压过。你要去撞人哦，啊？右半岛，这里比较花一点，雪多一点点。啊！这次往下滑，往那个往右边滑了啊，可以下去了。我跟你。好。左边也是一条路，这是滑这一道好了。小粉粉，怎样？你说什么？我在网子上面很远啊，我有看到啊。好，让我休息一下。刚刚那个是安全粉区，有要的每个缆车都做一次吗？左边那个，左边我们想要的话还来得及。好，那就做好了。
重击力道稍微比刚刚重一些些而已，没有其他的重。这个缆车也没有很快，所以不会撞得很重。这个就滑一下。所以好像好像也要再做这个再上来。嗯，每个都要做到，对不对？做够本。然后那就只剩下最下面。我说来一个要四点的，他不知道几点就卖5000块。很划算，而且拱洞还很快，就是我觉得我们如果真正中间滑又没有停，这又是红线很好滑的话，滑下去可能5分钟就下到了，然后就咻咻咻要去做。现在就是不知道午餐要吃什么就是，下面好像叫绿叶饭店。你这样有觉得这里有很挤吗？没有啊。那个无聊树林没人要去，不叫树林会被人家笑。哪里有树林？体验型。哦，那树很大很宽。这里也是可以耶。我看线只有插棒棒，然后线不知道在哪里。有线有线。到那里为止，所以这里是可以滑的。这个棒棒是有限的，只要不超过那个就可以了。来插镜头，你的比较湿。我觉得好像真的我的比较好一点点。我已经插完了。啊、你的马上就融化成水了，我看到雪粘在上面。不够凉。不够凉。好，那今天下车的，不过那个有点危险，就是我要把它放在哪里会比较好？把卡拔下来，收在我的卡盒里。你在说什么？今天实施的是你不用拔 GoPro， 只拔卡就好了。你就丢在车上。对，这样才够冷。但是这样就不知道来不来得及帮他充电啊。应该是 OK 了。如果你今天收工的时候，它的电量是50%以上。嗯。或者说我们吃饭的时候充，吃完饭一样丢着。那这次就滑到拱多拉那边，然后走黑线，看看那里雪还剩多少。嗯、我只是在想，这种外国，你在哪一间旅行，哪一个旅行的订的？假当。对啊，假当会不会比较日本人用？有什么差？我是说，会不会假当的钱，比如说跟 hotel.com 的钱是不一样的？ hotel.com 的会不一样，但是假当、乐天什么都一样。然后，但是我也都有比较过啊 ，hotel.com 或 agoda 什么的，而且他们有的时候你要从上面开始就来滑树林吗？都可以啊，这不是树林，对，滑，擦边树，没有啊，要线以下才可以，从这里开始。肚子好饿哦，好饿，他是。他不是摔倒，他是贯彻那个高贵之滑法，是吗？是好低啊。对啊，而且我以前都会觉得那个是可以脱离的，是一种特别的雪板。但是现在想想，那会不会其实只是古代雪板？他就只把鞋子绑上去而已，跟智慧队的一样。到了，
有左转，那左转吧。一咻！哎、欸，左边也滑过，那继续往右切吧。那不是要去滑树吗？啊，左边的树，好、啊，再来一次。这里啊，这里粉粉的、啊。我们再来会不会平移啊？不会吧。好，再往右。嗯哼，很温和。对啊，左边没了，那就有点像是把它当棒棒左右转这样。绕树树，好，那往右边去哦。那跟刚一模一样啊，跟刚刚一模一样。你是说连红棒棒你都觉得有问题吗？啊？为什么你要走到进来又出去啊？什么叫为什么？怎么进来又出去？就是滑这一块啊。你问我为什么？我没有啊，我竟然滑一滑就出来了。
这里好像太深了，会过不去哦。大概可以直直的吧，我试试看。不深，没有很深。你说什么 ？Paradise Hutte 咖啡，它有挂旗子，很小间、欸，可能只是喝的嘛，然后连尿尿都没有。有饿了吗？没有，还没。那就是一点点啦，有一点点饿。那就是坐上来尿尿，坐拱豆拉上来尿尿，嗯、要不要？就是为了尿尿。因为我想尿尿了，你想吗？Junior Course， 我们刚刚到底滑到哪去了？继续往下滑吧，搞不清楚。哦，我们那就是有黑线的，那再往右一点好了。右边应该是绿，左这边应该是黑。我觉得右边应该是绿，这边应该是黑。这没写。那刚不就有牌子了吗？太远了。刚刚的牌子不是写最右是绿吗？我没有看懂它的字。最右是绿，然后斜前是黑，左边是红，所以我猜这条是黑。走吧。就这样一小块而已呢，就这样下到那就没了。对啊，所以真的是这个是黑。好。你要线啊？也没有啊。我闪旁边。要擦一下镜头吗？好，擦一擦好。你的很湿。那么冷的，为什么那么湿？勾破还不够冷。哎？摸起来就觉得摸不到水。摸得到啊。我摸不到。你摸不到。要直直走吗？我说的直直是说我们现在面向的方向，我看到有人切过去了。
我可以一路左右切切切切切就下去了，试试看吗？你不要骑到树里面去，不要去树里面啊！我是说。你先看好，你先看好空隙，这样左右切很好下啊。那边的雪明明比较多，谢谢。这里比较少，这里被刮的比较多。这里多哦。大概跟我们之前跑三五郎那边差不多吧。哦。对啊。擦干，擦干。哦。那就要去广多拉了。哎。啊！快左边！这里是哪里？右边是我们第一个厕所吗？不是吧，下面才是。哦，是哦，那好多好多建筑物啊。下面那个扁扁才是。New Sa Senko 吗 ？New Senko 吗？好像是 New Senko。嗯、好了，去广多拉了。
国人。啊？同伙吧？是同伙吗？是很 mellow。是这个吗？哈哈，是这个。来，预备。越来越大，预报错误。小丸就没有用。啊？小丸没有用。你要进到有污点的地方才开始拍。我不知道路号，我去找路号。我看，阿努普里，黑线红线，只剩左边那条黑线的缆车没有划过而已。还有一个朋友，他是个最左下角有一个缆车。就是刚刚斜开的，然后它的下来是说是黑线，很奇怪，但是那是绿线，看不出来，我猜是绿线。颜色可以那么懂？教练的，我们上次来滑的时候啊，伊利举的黑线我们都没去，我们一律走最外边的红线下。还好啊，就是用的脚不一样，这个是脚。所以虽然我们去过，但是此次感受会完全不同。你的尾变得比较短，对，要完了之后就很近，对，很多都有很近了，已经救过了，试过了，就是看玩滑的人。再前进一个，Please wear a mask.
Alternatively, if wearing a neck warmer and face mask, please ensure that it always covers the nose and mouth. Thank you again for your cooperation. The Anafuri gondola accommodates 4 persons. We ask for your cooperation in sharing the gondola with other skiers. If all riders in the gondola are families or groups of friends, you may fit up to 6 persons in the gondola. 需要打共乘。早上回啊。安全防止のため、マスクの着用をお願いします。マスクの代わりにネックウォーマー、フェイスマスクでは必ず鼻と口を覆ってください。Please wear a mask. Alternatively, if wearing a neck warmer and face mask, please ensure that it always covers the nose and mouth. Thank you again for your cooperation.今天的冰很路很冰啊，融雪了，是 icy road， 所以也不好滑了，算了。觉得你的好像没有在充电。
今天真的是史上最爽，好像有点那种第一次被带去滑 gate 的感觉。哇，这天的雪真的是很爽。我们试试看東側，这是东边，但是那边麻烦的一点就是出去要走半小时，至少半个小时。是平路吗？哦，那还好，不要再爬山了。有一点冰块，就是有一点爬山感，一点点，没关系。但是没有那个没有那个山顶的线那么斜。没关系啊 ，Give you a try。可能不知道吧，因为那边是觉得短了一点，这个是从山顶爬到地面，对，哇，这个很长哎、欸。那边就是。半山而已，半山而已，所以没有充电。我觉得如果你是第一个，你是最like first 100，那就很值得。然后如果可以看到一切的话，就可以背一直下去，哇，刺激，刺激，超级刺激。哇，那个。上礼拜遇到两个澳洲来的，他们太早了，他们也是很疯哎、欸，他们玩这个玩超级疯的，哇！有遇到你的话，他们应该每天扒着你上山，每天在抛 hunting 啊，这种他们会超嗨。我觉得好像这种情况，你都不用看，到处都有。对，你要看，你看得到，你就可以直接冲进，舒服。OK 啊，刚才有一个那个波，跳了一下，没着落地没成功，又摔了一下，脖子有点痛，肩膀有点痛，但还好，等一下就好了，反正这是必须的。其实正常的线都被划烂了。Last run 就是给那，因为我的车卡在那里。OK， yeah， good， good， sounds good。Good night， 你是趴在港东好对不对？我们 Good night 会从 Holiday 回去对不对？对对。OK， nice， sweet。所以我们走应该如果可以的话。走三次给带回去，这样结束了。好，没问题。我觉得我体力跟得上。那个 Ken 太逊了，他那个爬个山就在那边冲，可惜了。而且他比我小。那个鸟叫吗？刚好听到吗？是真的鸟叫。鸟的 line。我们前天在山顶听到有个鸟真的叫声是这个，真的假的？真的，它在那边飞，然后就是鸟叫。
香港？不是，新加坡或台湾。有，因为你的口音跟我们一样，但他的不一样。带点英文，香港混了点英文口音。我的新加坡 RDP。我操！我们刚刚去滑那个 G 山爬上去，然后从那个背面滑到阿里布里来。嗯。哇，你滑过吗？那个。我们不爬山的。我们快了吧。体力没有。你刚刚说人家喘，我觉得我先走一个。不想走。而且我们这个，我觉得比较你们的比较好走。哦，基本比较好走，对啊，对对。我们的很硬啊，啪就摔倒了。一踢进去。嗯。可是山上真的好爽哦。都是没有人弄过的。对，就是整片就是没有人弄过的。问题是今天刷过去就会雪崩的那种。今天看的看出去都是蒙蒙。对啊，对啊，今天预报不准啊！今天原来预报说晴天，其实那边呢，大概那附近，我真的是不知道我们在什么是怎么样的路线，都看不到，埋头猛滑，爽哎、欸！看不到，舒服舒服。今天是我来这边最刺激的一天。你还来很久？哎，哦，对，我来打工换宿，我来两个多月。哦，所以今天是最好的。还是有没有经济对，有大哥带。今天走的路线是最刺激。原来是这样。我觉得这一条 gate 已经比其他条都还刺激，对，而且够长。但是要走多久？半小时？没有，我刚才爬15分钟而已吧，对吧？刚才我们走的蛮快的，25分钟吧。二十五分钟，那大概要一小时这样。然后我就累了。慢慢来啊，就是。对啊，慢慢来啊。山上拍个照啊，只是直接冲下，拍不到东西。情况不是很好，这个天气不是很好。对，你要选一个风平浪静的。上个月有一整个礼拜这边出大太阳。对啊，那一阵子全日本都是。雪况就不好吧？超烂，就很欧美。欧美。澳洲。那个澳洲来了，滑到那个冰面，然后说：“哦，好熟悉。”台湾有雪山吗？没有，完全没有。有啦，早期有一个，有啦。但是那个很高啊，我们根本不会上去啊。那能合欢山什么，它都是下那种冰嵌一点点。嗯，对，根本没有这样子拿来的雪。觉得就是很冻酷。OK， 你们玩得开心点啊！注意安全啦。